真香。老婆在饭呢，饭呢？哎呀，怎么这么着急呀、啊？给你盛了饭你还、啊、你自己不会去盛，我给你盛了饭你还？是个盛个饭呢，磨磨蹭蹭的，你是不是舍不得给我吃啊？你看你的碗大碗，我小碗，多吃点。反正我归你管。这是鸡肉还是猪肉啊？你看，这什么肉啊？这是什么鸭子？到底什么肉啊？这是牛肉。啊？你是猪肉？算了，猪肉我就吃了。啥意思啊？肉不给我加一点，吃这个豆芽。哎呦！